姐妹，这是我的决心。除非我死，啊，无只要你有需要，我都会听。唔准唔准唔准！我不准你死啊！告诉你，若是有啥物万一哦，我叫妹嘛，一直陪你到底，永远无可能把我断掉的，我跟你讲。你想起啊，那变到这样吧？这嘛是我的决心，李太，我老要答应你，就是我就给钱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孙焕然，你骗我！你来啦，来村头里家，别讲遐有话无的啦，你紧来啦！陈头一，你冇爱过一个人，那你应该真清楚。你爱一个人的时阵，你一定想要知影，伊的感受是啥物。那你焕然迄天，为虾你关厝在搬落去？到底是心较疼，还是身躯较疼？拢疼，拢疼啊！我妹啊！我知道你们都疼的，你下来好不好？但你忽然这么感觉到我有多疼。公公啊，我知道这很艰苦，我不知道你可以艰苦多久啊，不过事情一定发生啊，我都不知道患难是因为什么事情想不开的，啊！不过总有一天，你得好起来。啊！我刚忽然想袂开，才跳落来。大家拢安尼讲啊，拄只迄管理员闯起来时阵哦，我先安尼讲讲的。而且警察伊在遮看足侪遍啊，伊嘛无找着啥物可疑的线索。而且还讲忽然伊是家己想袂开，跳落去死。不是安尼。我们可以做几百个代志。啊，不过，事实就是，这不是事实。妹妹啊，伊知影你今麦还阁无法度接受，然后无法度接受，是连坏人嘛无可能接受。我比任何人阁较了解坏人，伊绝对无可能做几百个代志。妹妹啊，大家了知影，坏人最近压力较大啦。陈头伊。伊有拜托伊，我希望你以后绝对莫阁讲焕然是因为想袂开才跳楼的，这对来讲是侮辱，人生上大的侮辱。焕然是我看过上理智的人，伊绝对无可能因为压力大，你做一百万。